然係除咗件衫唔知又得唔得啦？哇！哇！佢竟然認為我係一個女人。哇！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EG大國際》。Hello 大家，我是 EG。 大家已經見過不少這個 AI 生成圖了，但是現在連改圖都有得用 AI 做，並且很容易入場，你都可以不用錢這樣玩。五月尾的 Adobe Photoshop 就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更新，就是它裡面可以用 AI 去 generate 一些東西去填補你的圖片，你可以換走一些物件，你可以憑空地生一些物件出來，只要你講得出那 AI 都做得到。講明今次真的$1都不用給就可以用到這個功能，那我一陣間就會教教大家。還有講得 AI 改圖啊，大家一定會想起啲邪嘢㗎啦，係咪？就係佢做唔做到你上網見到嘅嗰啲咁樣嘅18禁圖片呢？我自己又冇睇嘅。不過我燒有，我已經親自測試過呢個功能㗎啦，因為咁佢就真係可以做到呢個換衫啊、著衫啊，咁到底除衫啊變成點樣呢？咁依家就同大家一齊去玩下，當然一啲實用嘅功能咧，我都會講埋出嚟嘅。咁依家就真係開始去試用俾大家睇啦，咁啊室友 cam 啊。係啊，咁因為業界相關，佢平時都要整 thumbnail 啊，冇錯。咁所以咧，就睇一睇 Photoshop 嘅新功能啊，就知道我哋嚟緊可以慳幾多功夫啊。咁就唔係正常嘅 Photoshop 就已經用到呢個功能嘅。咁就假設你買咗正版嘅 Adobe 啦，咁你係需要去 Creative Cloud， 然之後呢個 beta 版應用程式咧，就開呢一個 Photoshop 嘅 beta 版嘅。咁買咗嘅話，就咁喺呢度撳出嚟就可以用噶啦。咁但係如果你未買又想試用嘅話咧，唔係唔得嘅，你係可以免費試用佢呢個功能嘅。咁你就大家要去呢個 Adobe Firefly 啊，去到呢一個版面嘅時候咧，你登入咗你個 account 咧，咁然之後喺呢個 Generative Fill 嗰度你撳啦，你就可以試下入去用噶啦。你可以試下用佢嗰啲圖嚟玩啦，你都可以自己 upload 張圖上去玩嘅。咁我就唔會喺呢度玩啦，因為始終個網頁版 load 得比較耐。咁啊，依家就真係開個 Photoshop 出嚟 try 啊。咁首先第一個功能就係合拼圖片啦。OK， 即係假設啊，我喺呢度影咗一張相。它是这样的款式的，然後我求其找一些看似拉更其實不是很拉更的東西，其實合不到的，這兩個無論角度啊成都應該合不到的，但是就看看它中間到底generate些什麼出來，因為它現在用 AI、okay。 我循例 flip 一 flip 張相可能這樣啦，好像 make sense 一點。這個版本的 Photoshop 和正常版本有什麼不同，就是它下面多了這行東西，基本上你之後整個改圖的過程都是靠這塊東西的，兩張圖中間有個空白點嘛，你只需要將中間空白的位置選取選了啦，咁啊，記得盡量 high 到少少原圖嗰邊啊，係啊，咁呢個就緊要。如果唔係，淨係得空白呢度，佢又唔識諗嘢啊，好似撳一下呢個 generative fill 啦。咁依家我唔係想佢生啲咩出嚟，所以字都唔使打啦，係啦，咁就直接撳一下 generate， 咁佢就會腦補，自己腦補。咁啊，到底睇下佢腦補啲咩出嚟啊？咁工廠大廈隔離有個天空，係啦，呢度咧佢就 load 得比較耐啦。咁打後我都會將 loading 嘅過程飛走噶，大家睇一次 feel 下佢 load 幾耐。嗱，咁有趣嘅地方就嚟咗啦。咁首先呢架車係極大啊，然之後咧隔離嗰啲車係勁細。咁啊中間呢度啊，如果睇翻咧，我取消翻啦，佢係將咗少少工廠大廈嘅更多出嚟噶。哇，係喎，其實 make sense 咗喎。你睇落去完全唔發覺噶。咁我依家就嘗試將呢個車都試下可唔可以拎走啦。咁又唔使話框得太過精準嘅，其實。咁大概咧就 OK 噶啦。咁啊框完呢度，再撳啊。哇喂！嗱，咁佢確實咧係整走咗架車啊。咁但係呢一度咧就炒車喎，變走埋佢咯。哇！冇咗。佢係幫你抹走咗嘅，成功咗。但係佢成件事依家睇落其實都還算 make sense 嘅喎，我想講。當然啦，我依家將兩幅本身就好唔拉更嘅圖擺埋一齊啊嘛。係。依家咧就揾咗兩張差唔多嘅圖啦，咁但係看似差唔多嘅完全冇關係啊。咁依家就睇下佢中間會識得點樣去腦補。係啦。就咁依家睇一睇啦。嗱，佢冇，佢本身係冇呢條柱嘅，佢幫你延伸到去畫面嘅中央去博好一幅圖佢啦。咁啊，認真一睇咧，其實都冇咩瑕疵嘅。純粹係左右嘅顏色，顏色有少少唔同咯。咁如果我咁樣框一個再嚟一鑊咧 ，perfect 詞，真係癲咗，好靚，揾唔到接駁位，好靚好靚。咁呢個就係佢第一個功能啦，第二個功用啦，其實同第一個有少少似嘅，就係、是、啊，你可以 expand 你張圖啊。假設我打直影咗張相，然之後我依家想將佢整個 thumbnail， 咁你知 YouTube 啲 thumbnail 1920×1080嘅，所以我俾佢打橫啊嘛。打橫。
以前的我咧，若然影咗幅咁樣嘅圖，我想令到佢變成 thumbnail 咧，你係冇可能去自己加添內容噶嘛。我嗰陣時唯有做嘅就係將呢一邊冇我嘅人嘅圖層咧嚟一個 expand。我咁你話呢度好唔 make sense 喎，點算啊？打啲字上去咯，咪香港迪士尼咩甜啊？遮曬佢。係啦，就咁樣去做一個 thumbnail 咧，就唯有咁。但係依家有 AI 之後咧，就唔需要啊！真係實在太恐怖啦。譬如我依家將呢個位 highlight 咗先，咁然之後我就照叫佢 generate， 佢自己估隔離係點，叫佢就俾咗個咁樣嘅結果嚟，係幾恐怖啦！你叫 AI 做一次嘢咧，佢就 generate 三幅圖俾你，第一幅。第二幅 okay, 第三幅哦，哇，第三幅好靚，係啦。但假設啊，若然你覺得呢三幅你都唔滿意，繼續撳多次 gen， 咁佢又會再俾多三幅靚。跟住到呢一邊啊，咁呢一邊本身啊咩都冇嘅，即係佢要腦補嘅位啊更加多啊。想有個火車路軌啊，或者有個火車站喺隔離，咁我喺度打啦 ，vintage railway 嗱。哇！你係吹佢不能漲噶，睇埋另外嗱，咁佢又俾咗個咁樣啦。O、okay. K、啊。完全。哇！好拉邊。完全就係一幅完整嘅圖，咁就可以攞嚟做 thumbnail。有咗呢個功能之後咧，其實你仲可以無限放大一張圖啊。係啊，即係譬如啊，一開始我當。好，咁依家就一次過叫佢生成曬。呢幅圖以外的所有嘢，到底佢會做啲咩出嚟咧？哇！黐乸線！你唔使出街影相啦，係啊，唔使出街影相啦。Oh my god！ 哇，呢度仲有啲爛鬼盆栽啊，喺度嗱整到俾你啊！第二個結果，哇！你去喐外國啊？係啊！你話你喺英國都有人信啊？真係好變態啊！呢件事嗱，我話可以無限 expand 啊嘛，咁你。只要 merge 咗呢個 layer， 嗱，今次可能佢真係要再撈耐少少啊！哇！哇！你去咗邊度啊？嗱，呢下就有啲激動啊！嗱，我就係想同大家講啊，自從有呢個系統之後，你就可以同你啲 friend 玩 VS Wally 嘅自己版，即係同啲 friend 講，喂，估下我喺邊咁樣。睇下其他，哇！哇，好靚喎呢個。呢個好靚喎，有少温室又有少殘舊咁樣。好似用嗰啲360 cam 影出嚟咁。佢有人喎，有人喎，將啲人出嚟喎，但係啲人咧就咁嘅樣喎。再試下另一個功能啊，咁就係換走一啲 object 啦。咁喺呢度畫面上見到兩個拳擊手啊。咁若然我試下喺呢度框住呢一位，我依家打 app 啦，即係想將佢變做一個人猿。太快嗰度就好咩？佢變咗咁嘅樣，咁如果調翻轉咧，佢留翻手喺度，並且呢個本身呢個拳擊手已經完全變成咗一隻 A。好啊，依家就試下將一啲人啊移除 ，OK。係啦，咁呢一張係團體相啦，咁經常睇我 channel 嘅人咧應該知道咧，呢個就係羅拉啊。若我想將羅拉移除走啊，抹走一個人嘅話，哇 ，Holy shit！飯團有新三象，之前、之後、之前、之後，呢樣嘢係好瘋狂。你可以團體照入邊抹走人，我講緊嘅。雖然呢個係喺迪士尼啊，咁啊純粹試下移除人群。O K， 係啦，咁啊咁啱呢位小姐，唔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小姐，哇，你真係唔好意思啊。O K， 成個袋留翻喺度。佢掛咗喺個袋仲係啊！佢掛咗個欄杆嗰度啊！同埋咧，你放大睇咧，佢跟翻曬嗰啲網啊、柱啊，係啊係啊，呢度咯。嗱，到底啊，匿喺我塊面後邊嘅人能唔能夠移除走咧？哇！完美，憑空就消失咗，唔使問啊，梗係到呢班人啦。哦 ，OK， 嗱，例如小弟，哇 ，push。你仲可以選擇係係啊，仲可以選擇係變成點樣啊？呢一個咁樣嘅抹走人嘅功能咧，係你用普通嘅 content aware 完全俾唔到你噶。啊！依家我就嘗試將我呢件衫就變咗一件背心。哇哇！佢竟然認為我係一個女人。表玻璃。我勁身材係有少苗條啦。Oh my god！ 咁啊，佢做錯嘢啦。
咁然之後我睇下可唔可以試下喺度提一提佢啦，係男性嚟嘅，啊變翻個男人啦，或者啊可以試下佢件衫嘅顏色啊試下改變啦，成功更變顏色，哇仲有 pattern， 仲要係啊，仲要有埋啲 pattern 喺度，咁若然係除咗件衫唔知又得唔得咧？好笑，哇喂！點解我的動作會是這樣的，還有啲手指點解多到咁樣？雖然樣樣衰衰啊，但係男仔都叫做除咗衫啦。咁若然係女仔嘅話，佢又會變成點樣咧？嗱，佢呢一名女 model 咧，佢本身啊全身都所剩無幾啊 ，sorry。OK。咁如果仲要做呢樣嘢，咁佢會變成點啊？打同一樣嘅字。哇！佢真係做咗一個有個人除緊衫嘅樣俾你睇咯。嗱，教學用同埋實驗性質 ，OK。Nude， 佢嘅條例，佢話俾你聽，你係唔可以生性呢樣嘢。原來你係唔可以用佢去做一啲曳嘢嘅。你要佢做一啲踩界少少嘅，其實佢都唔會幫你做嘅。例如啦，我喺呢一度畫 holding a sword， 咁我拎住把劍。咁啊，佢都唔會俾你做，因為武器唔得。佢好驚，哇！咁喂，你攞嚟做呈堂證供咁點算啊？真啊，係啊，咁咪陰死曬好多人咯。咁所以佢就唔會俾你咁樣做背背啊，又或者整轉背啊，咁試得 subject 啊，如果想保留自己，佢超快就幫你框咗你出嚟噶啦。係你之前係用呢一個工具去做噶嘛，咁就都算快嘅，但係冇 AI 咁快咯。係啦，佢癲係你癲係癲在佢幫你揀完之後，你依然係可以試咧 mask 啦，然之後仲可以再做個小微調，例如我照舊，我想將佢收少少邊嘅，咁就更加唔易穿啦。咁依家就揀咗一個咁樣嘅我出嚟啦。咁跟住咧，俾你要轉背景啊嘛。嗯。咁所以我就應該係要反向選擇嘅都係。係。係咁，然之後就譬如我依家 bitch， 哇 ！OK OK， 哇！佢最癲嘅就係其實，若然你 gen 一嚿嘢出嚟咧，佢識得跟光源。係啊，係啊，好恐怖！你仲可以幫佢加嘢。O K。係啊，你可以加嘢，即係譬如啊，我呢一，我想加條頸鏈落去。哦。有跨呢度，然之後我就可能打 Mel Bodybuilder。哦。啊，我有啲似喎兩邊。啊，咁呢邊勁啲啊。啊，總之又唔使操得咁辛苦啦。咁但係你咁樣睇啊，真係某程度上係真係幾過分㗎。我想講，譬如呢一張圖入邊見到呢一棵植物，因為要框埋個影。Apples， 哦，影改咗，影改咗，個影改咗，框埋個影啊！大家記得啊，咁試埋頭先嗰啲啊 ，Mickey Mouse 究竟得唔得？哇！佢真係整咗隻 mouse 喺度啊，同埋千祈唔好叫 AI 生成人類啊！如果唔係會點啊？咁得到咗，我本身係想佢坐凳嘅，啊見到凳係坐唔到嘅，匿咗埋牆。你如果匿咗埋牀咁，一二邊個樣子好似唔係太開心啦。咁但係個樣係 AI gen 唔到人樣啊，目前為止。啊，我自己試過一樣嘢嘅，呢個快速試下做一做啊，畫佢自己個樣啦。然之後我打 more handsome， 係啦，跟住你就會發覺你成變咗外國人。哇！咁佢都 O， 哦佢係真係俾到啊！你要打亞洲人都知嘅，譬如誇咗個嘴啊 ，angry， 唔開心呢個有少 sad 啊，改變咗佢本身嘅嘴。咁啊，依家就再大改一幅圖啦。咁啊，首先咧呢啲咁樣嘅字啊，用佢嘅功能整走先啦。咁當然啦，譬如我哋而家睇翻啦，座山其實冇乜點變過啊，好犀利啊！佢真係嗱咁啊去曬啦。咁然之後，譬如我依家誇咗個。咁樣嘅位置，我當我想擺個城堡喺上面，中世紀城堡。哇！得得啦，掟你完全望唔到個違和感啊，好冇？係。佢就真係有個城堡就咁就擺咗喺度，你仲有多兩三個揀。同埋都係嗰個跟光源呢一點。係啊，啲光呢邊受太陽照啊嘛。係。好瘋狂咁啊！有城堡咁啊，呢度啊試下做唔做到啊？可能擺個護城河喺度啦。哇！佢又成功完全咁改走咗，本身係咁啊座山。然之後，真真，佢真係俾咗條護城河俾你。咁然之後咧，多手啊，多手啊，喺呢度整個咩啊？中世紀嘅 building 咯。
喎 ，OK， 教堂嚟喎，有少少似。你都可以整呢個啊？喂，呢個啱曬啊！好，最後啊，試下真係喺度整埋個 Army 啊，有啲人氣喺度啊。係咁樣嗱，但係咁樣都已經過分啦。呢個就係原圖，呢個就係改圖啊。我諗今次嘅 AI Photoshop 分享去到呢一度啦。之後再發現有啲咩新鮮嘢，又好似而家咁再拍俾大家睇啊。咁啊，記得訂閱呢個 channel， 如果中意嘅話，訂閱埋阿 Ken。訂完之後記得撳埋個鈴鈴，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。我哋下邊再見，拜拜。有冇人想學剪片？窮啊，賣心得！啱就想開始拍 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嘅你，見過出面好多學校又或者正規課程，其實都冇專門教一啲剪 YouTube 片嘅技巧或者心得喎。咁所以我今次就決定唔係教吉他，就將我呢八年入面嘅剪片經驗全部 group 埋做一個速成班。放心，會由零開始教起啊，手把手教學啊，四堂入面一定學識，除非你太蠢嘅啫。但係睇開我，你都應該知道唔會有可能蠢得過依住大個仔㗎啦。報讀呢個班咧，你仲可以得到一堆我咁多年以嚟儲埋嘅超方便剪片素材啦。另外，其實我自己都好多 YouTuber 朋友咧，係好想請剪片嘅。呢個都係我自己開呢一個班嘅另一個原因啦，就係我真係剪唔切啦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喺呢條片立下嘅 description box 度撳 link 報名。多謝，拜拜。